三条轮海水浴场内面有一间妈祖庙，这间庙真少人知影，会当讲只有当地居民会来拜拜。地方的民众拢讲，这尊妈祖是非常特别。伊个特殊就是徛伫迄个海浪的顶端，咧救苦救难的啦，咧救在游客啦，啊，甲在讨海啦。别位唔捌看到，即阵妈祖历史有偌久，无人知影。海水浴场为日本时代独有咯，虽上少要60年以上的历史。庙宇管理员表示，有一年洪灾来将庙吹倒，那时阵无钱重新来建设，只好两个人靠家己力量整修。所以还佫钱足大个啦，一年工若无，迄树啊计倒倒落来，种个拢无遐结实啊，拢原原主力都是啥物啦？哦，那时阵是讲啊，袂出。我讲要安怎，种伊拢无好啊！佮听来要爱要重建啦。我想办法想讲啊，无钱咧出来无管啦。所以我干嘛做讲吼？阮两个是无法度人佮请画图的，所以寸尺做了若较无符合，你后摆你再去发挥，因为这是公家的，唔是阮起的，是阮家佮修理的就对啦。两个查甫人管理这间妈祖庙也超过20多年了，因讲过程中也捌发生过趣味的代志。厝脚晒咯，用刷用土，它真垃圾嘛，啊，它怎弄弄，这路就倒起，唔，你奇怪，我在我自己发怒嘞，还是讲你先不上用，未使用查甫台先付钱，挂三杯。其实老一辈拢知影，妈祖过去捌救过真济游客甲渔民，上大一件都是发生伫日本时代。日据时代是叫嘉义女子高校，啊因有一年啊，足侪学生查囡仔吼，去海嫁落去，因咧讲着讲妈祖婆哦，原来救真侪学生起来，因每一年拢有来三条轮海水浴场哦，在祭祀。三月杨妈祖选三条轮的妈祖无出巡了紧，但是伊一直拢守护伫遮，毋捌离开过，要来继续用伊的方式保护游客甲渔民的生命安全。记者吴文平采访报道。